So I think I'm already recording this meeting, so we can start it now, and mayb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join it, so don't mind. So the first thing, I'm so happy to invite Sai and Henry to be our guest to share this weekly report meeting. So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by Sai and Henry. Sai, it's your turn now. 现在只有英文。Sorry, your sound is a little, please loudly. 现在呢？Okay, perfect. So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Okay, I'm Sai. I'm the presenter today. So I'm a contributor in Pomodoro. Thank you. Okay, so because Sai just she is already worked for Permadoff for several months, so I think maybe lots of people know her. And Henry is the first time to join this meeting. So Henry,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bsolutel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m with RVIV News. I'm in charge of their social media per se, and that's why I'm usually keeping a track on the RVIV ecosystem as a whole, trying to promote and bring out the best developments and the best projects we have in the ecosystem to the community and making our community aware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s we're doing. And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so I can assist and I can answer any questions that might arise from the weekly report that Sai is going to present. Thank Okay. you for having me, and I'm glad to be here once more. Oh, thank you, Henry. So for the first thing, we will invite Sai to present two weekly reports in Chinese. And please, you can share the screen, please. Okay. Let me try this one. Can you see it now? Yeah. OK，今天来分享两期周报。第一个呢是第72期，这里，第72期呢主要讲的是 RVIV 2.6终于发布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这个 SEC 上周就是在2月10号这一周，他们是和这个 Kraken 这个中心化交易所有一个。这个互动吧，SEC 就强制的放弃了其质押的计划。那这个是那一周两件大事。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RWAVE 网络它自己的动态。RWAVE 在第二月7号的时候，每日的交易量就激增了，就超过了450万笔。从历史上看呢，这个是RWAVE Network 成立以来第三个这个历史最高日吧，交量的历史最高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就，一个 milestone。然后就是Kraken 这个 S 和 SEC RWAVE 2.6在被这个分叉被激活了之后就。证明说最标志着这个最节能的工作，证明共识机制已经在 RWAVE 上开始了。然后，我们之前也写过很多关于这个协议新版本、新的迭代的这个文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链接里面查看。另外的话，在这个 Sam 写的 thread 中，也对这个 RWAVE 2.6进行了简单的总结。然后就是 RWAVE 生态系统里边的几个项目，第一个是 RWAVE 101，他们呢就发了自己的一系列的视频，这个现在已经可以观看了。然后，为了准备一个大的曝光，这个刚刚。Harry 已经提到了，就是 Gather 这个项目，他们在 Gather 里边就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然后的话，R-Wave 101是帮助那些非技术的朋友去了解 R-Wave 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工作，还有就是为什么 R-Wave 是数据存储的未来。所以就是这个就相当于 R-Wave 生态系统里面的教育板块吧。之后呢，就它应该会成为 R-Wave 世界中许多新的用户进入这个网络的切入点。然后，同时的话，R-Wave 102就它的新的一系列的视频可能就马上就要来了。另外的话，ANS 是最近2周最大的这个事儿了吧。Decentraland 这个项目，他们做的 ANS，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命名的一个域名，然后允许用户注册一个名字，就链接到 R-Wave 的钱包地址，发送和接收资金都更容易和安全。然后 ANS 还为那些 DApp 提供了一个使用名称的平台，就允许用户在整个 ProMyWeb 中拥有自己的这个永久身份，而且 ANS 已经和 Weblog，就是这个区块链浏览器和社交浏览器 ARPage 的就跟他们取得了合作。另外的话，ANS 现在还正在想跟这个 AirConnect 进行集成，所以就是你跟朋友之间的转账就会特别的容易。然后就是 ANS 在上一周的时候，2月17号的时候已经开始出教了，就社区的小伙伴们还就非常积极嘛。然后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另外的话，除了这个 ANS 之外，他们的 Sender 这个功能，这个协议就是可以让用户和开发人员去使用任意标准的。任意标准和钱包组合收集链上的表单提交，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链上的数据，都可以在这一个网络里面集成，而且可以方便的去查询用户是否有资格去加入这个白名单。同时的话，其他的那些 EXM 的智能合约也可以轻松的去调用这个 Sender 功能。那这个新的功能已经作为 ANS 注销的一部分，可以并且之后的话，很快就会开源，就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就是 Stamp 这个项目，他们的协议呢是发布了0.2的版本，然后这个团队建立在这个 R-Wave 上的 Super Stamp 的就超级印章内容的能力，可以。就为喜欢的这个创作者就投票呀、打赏啊，用这个 Stamp 的代币，就展示你对它内容的欣赏程度。另外，这个团队还发布了一个新的库，可以在任何的这个 DApp 里边集成 Stamp 协议。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些这个推文，记得了解一下这个怎么集成他们的 protocol，然后就是KYVE 他们发布了自己的测试网，那这个测试网就作为主网启动前最后的这个测试环境，可以让用户去了解一下 KYVE 它的主网可以提供什么，可以提供什么，然后帮助这个开发团队确认网络的所有细节。目前这个测试网，只对有权获得 KYVE 代币的这些用户开放。如果你有这个代币的话，就可以现在就去这个测试网上测试一下。然后就是 Alex 这个项目，Alex 这个项目呢，他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归档平台，那么用户。用池这个概念来永久归档关于特定主题或者是世界性事件的新闻啊、文档啊、其他类型的媒体啊，这样。
然后这个平台呢，已经被用于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及2022年的加密紧缩，有去年的寒冬这些事件。然后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来创建一个档案池，邀请所有的社区成员就在这个池里边做贡献。那你做了贡献呢，就可以获得一些 NFT 作为奖励。然后他们有一个社区的竞赛，就是 Polisson，目的呢就是在平台上创建一些新的相关的这个档案池。第一届的这个竞赛已经产生了一个获胜的档案库，这个档案库叫我们是孤独的嘛，就Are we alone？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灵魂拷问。然后通过这个档案池，我们收集到了超过25万份的这个文件，可以去看一下里边大家对这个主题都说了什么样的内容。另外的话，在 Polar Web 上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看看它所有的这些数据存储的过程中，或者是存储结束之后，因为它是永久存储嘛。所以，就对个人数据以及第三方如何去使用这些数据，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是欧洲的这个 GDPR，GDPR 呢就叫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根据欧洲的这个政府机构的说法，就当用户的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时候，区块链也属于 GDPR 的一部分。就管理范围内吧，然后项目在构建 DApp 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 GDPR 的要求，这对于之后我们大规模的去采用 Polar Web 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然后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Arcore 这个项目他们聘请了一个律师，数据保护官这个人来分析一下 GDPR 是不是适用于。怎么才能适用于永久网络？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 blog。简而言之，就是Arcore 它通过只有用户可以访问的私人保险库，设法满足了这个 GDPR 的绝大部分的要求。另外的话，他们还开发了这个 Arcore Explorer。这个新的技术，然后满足所有要求，让个人和企业能够把数据存储在这个 Polar Web 上。下面就是 Elevation，Elevation 呢又和 Echo 结成了这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Echo 呢会用 Elevation 的技术栈开发实时的没有 gas 的打赏的功能。然后他们计划整合这个 Everpay 的支付协议，还有 Elevation 的 Web3 Infra 的开发套件，在 Rwave 上实现这种即时的支付和数据存储。这个 blog，这个 Twitter 里边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然后就是在 Rwave 上，不会发生的事情。那这里边就会提到了这个 SEC 和 Kraken。他们两个的之间的摩擦，就是监管和加密总是在不断的产生这个矛盾，然后 SEC 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就掀起了一些讨论吧。有人就觉得 Rwave 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不会给矿工带来丰厚的利润。大多数的这个 crypto 里边的人呢，都是。看哪边的这个利润大，哪边的 APY 高，哪边这个挖矿的奖励更高，所以就去哪边。本质上这个不是一件坏事，这就是一个区块链的激励机制吧。但是 Rwave 的网络呢是觉得，并不是区块链让所有的这个潜在用力和网络中出现的那些特定的参与者，比如说矿工，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
二位呢就认为是应该为所有的这个参与者都有更公平的这个报酬分配。然后，矿工的工作呢，当然也重要，所以就在2倍数2.6这里边就进行了一些改进。与此同时呢，就是用户上传这些数据所花费的这个存储的成本，也是要去平衡这个价格。2Vivo 并不是为了让矿工变得富有，而是创建一个负担得起的、有弹性的系统，就尽量在矿工和用户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然后让大家都有的赚，有的就是有赚的人可以赚到一些，然后花的人不用花太多，这样来达到一些存储大型数据集的目的。这个是 R-Wave 它本身的这个理念吧，然后就是 ChatGPT 又写了一首诗，根据这个诗人他的这个风格，然后是一个法语诗，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读一下。那这个就是第72期的内容，之后我们看第73期。第73期是上一周2月17号这一周。2月17号这一周可以看到，AR Drive 和 Arcore 都推出了新的功能。然后 DecentPlant ANS 白名单助教，这个是这个很大一件事儿。然后在 2Wave 网络里边，这个 Wave 的大小已经超过了120 TB。去年的2月17号，整个 Wave 的大小只有48.37。就这个增长是非常显著的，因为过去的一年对于加密货币来说是一个寒冬嘛，能有这样的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成就。虽然说这个 AR 的代币存在波动，但是从模型上来看，Rwave 上的存储的价格的等价美金，就是它的存储成本是几乎保持不变的。然后在 Rwave 生态系统里边，Thomaswap 就把他自己的这个 beta 版本，把他后面的这个客户端背后的代码开源了，整个社区都可以使用它。然后这个月呢，也是上周呢，也是 Thomaswap 主网 beta 版本发布2个月的纪念日。他们把自己的代码开源呢，也是为了向社区去证明去保证用户的安全，并且为 Thomaswap 网络的运作提供更大的透明度，然后也是希望社区可以共同的去改进这个 DEX，使它成为更可用的、更好用的产品。然后是 AR Drive 他们发布了自己的 APP 1.42版，现在就包括了一个新的功能叫 Quick Sync。这个功能呢是可以使用户驱动器的，将用户驱动器的 RWAV 文件系统 ARFX 元数据汇总到一个单个的快照里边，然后让它的让用户的这个驱动器在所有的设备上同步的时间都更快。通过整合这个 ARFS 元数据，这个同步的过程会更加精简高效。然后下面的这个推文就是关于如何创建快照以及怎么开始使用这个 QuickSync 的简短的教程。然后就是 Coin 这个项目 Coin Network 呢，它本周宣布了一项叫 Coin Founder Support 的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可以为新的项目提供指导啊、技术支持啊、财政拨款啊。目前的话是有100万美元的这个配额。Coin 呢，希望就是
去赞助那些对于创建更公平的互联网愿景的项目，给他们一些支持，就为他们提供他们最开始所需要的一切，比如说专家技术的建议啊，投资者指导呀，合作机会啊等等。作为回报呢，他们是要求专门的核心团队分享他们的这个海盗精神，就创业家精神吧，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联网的愿景。那这个项目的第一个第一批将会在2月下旬启动。如果这个团队达到了一个他们自己的 milestone 的话，就会把奖励分配给他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创始人他们自己的页面去填个表格。再一个就是 KYVE 学院 Academy， 他们这个已经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推出了。这个学院呢，就是为了给所有的想要了解 Web3 的这个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地方。那他们有一系列的专门为所有级别，比如说初级、中级或者是专家准备的这些课程。那这些课程呢，包括了从基础的知识到用力到区块链，加密101和开发课程所有的内容。那完成一门课程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密钥，用于在 KYVE 的 Web3 平台上解锁这个一定数量的 XP。下面的这个推呢，是可以直接注册这个 KYVE 的学院，然后可以进行学习。之后就是 Aqua 他们改善了，在过去的一周改善了他们的 DApp 里边的，这个用户的交互体验吧。用户现在可以从任意的 RWave 交易中将文件导入他们的公共保险库，这样你就可以从 Wave 的任何地方收集你的公共文件，然后把它们集合在一个 Aqua 的保险库里边。这个是一个展示，就是你去到你自己的个人资料，然后点击几下就可以获得这个 Aqua 的钱包的公钥和私钥。另外的话，他们的这个文件就推这个保险库的文件级别推添加了这种拖放的功能。可以到处拖，就是很丝滑。然后他们就在致力于改善所有的这种用户体验，不仅仅关注这个产品的性能和可扩展性，然后还关注这个与 DApp 交互时的丝滑的体验，也是用户友好型的项目。然后是 NS Mint 这个72期的周报也提出了。然后上周呢是已经发布了，有白名单的人已经可以铸币了。然后就是没有列入白名单的话，在后面的一周的时间会对所有的这个 Polar Web 开放注销。另外的话，这个 Mint 也有一个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去中心化环境中的命名模式？就可能大家的命名模式都不是很固定，就很随意嘛。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规则去改一下呀，或者怎么样，或者给大家一个指导呀什么的？你需要讨论的事情。另外的话，在 RWave 不会上。RWave 上不会遇到的事情，就这里边又提到了 Elon Musk， 他是上周的时候是跟拜登就又吵起来了，不是吵起来，就是他们就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吧。然后 Elon Musk 就希望说，他的推文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然后让开发人员怎么给他操作一下，所以这个时候 Elon Musk 的推文就淹没了许多推特用户的这个推文。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 R Wave 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事情的对错，就只是说这个，R Wave 上是没有老板的，是去中心化的，而且，没有人，即使是R Wave 的创始人 Sam，他也不能就强行的推动硬分叉。然后就是又一首 ChatGPT 模仿这个诗人做的诗了，感兴趣可以读一下。那这个就是这2期2周半个月的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总结，下面交给胡老师。谢谢 Sai. Thank you so much for Sai. So, Henry,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for this 2 weekly report? I do, meaning I think both of them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network. So I think anybody should, first of all, it's very good that we have this initiative where you're presenting them because a lot has happened the past 2 weeks. It has been the RWAVE 2.6 release, which will shape the network for years to come and which will change it, which will change the dynamics for mining, will change the dynamics for data storage and why people are incentivized to store data on RWAVE, and we'll make sure that price. Sorry. So, could you, for example, when you speak, we let Sai to translate in Chinese for the people. In any case, if someone to be Yes, advanced. absolutely, absolutely. So, Sai, I will have a sentence and then pause so you can translate. So, as I was saying, I think these 2 weekly reports are very important. One, because they cover the launch of RWAVE 2.6, which will shape and transform the network for years to come. 上两周的周报非常的重要，因为其中一个事情是 RWAVE 2.6发布了。And second,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part is the launch of the ANS Mint, which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but has also caused some controversy in the network, between naming conventions and so on.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ANS 也发布了，然后他们非常的成功。虽然链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的卡顿。And from my perspective, I think both events show that we've come to a point where we have a mature network, where we have a growing user base, and we're actually starting to build for the future, and we already have functional protocols, functional projects which are being used actively. 这两件事情都证明我们这个网络开始变得成熟了，然后还有更多的用户基数，会带来更多的用户基数。然后后面是什么？也忘了。So that's all from my sid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would be happy to answer them. 我先问一个问题，赛爷。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上一周那个 ANS 发布了以后，就是跟那个 ENS 相比，就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未来，是不是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会有信心，或者是大家会去使用 ANS 这个域名呢？OK，so，就是小松's question is。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S and the ENS, and what the advantage that ANS can do? Why users more prefer ANS? So, in principle, ANS and ENS are similar. They provide a friendly name for your wallet. Now, there are a couple of advantages to ANS. First, they're stored on RWAVE, so they're permanent, they're forever, they're yours forever. 第一点是它是永久存储的。And second, the big advantage of ANS is the fact that you so
Let me put it this way. ANS is built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EXM, Everpay are being used to help you acquire your name in a gasless and instant way. So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user cost for using ANS is much lower. ENS 的使用的成本是更低的。完了，翻译到后面前面忘了。ENS 集成了那个 Everpay， 然后是没有 gas 费的，可以直接去进行支付。对，他这样说。哦。OK，OK， thank you。谢谢邱总。And the third。Then, yeah, that's the point. Sorry? Yeah, I understand. So for example, if a Filecoin or some other storage blockchain to get, I don't know, maybe the FNS or something else. So I just want to know why NS we can hold this place, you know, why the other can't instead of the ANS.So besides the fact that they're stored on Arweave, they're also cross-chain. As you know, Decentland, who has minted the ANS, is basically working on the cross-chain social protocol, the ARC protocol. So if you get an ANS name, they're cross-chain and you can use them on any EVM compatible chain, so even on Ethereum and so on, and you can have your identity linkedacross all those chains with that friendly ANS name that they're getting. So I think that's a core difference between ANS and any of the other ENSs, maybe Filecoins, NSs, and so on. The ability to have it stored permanently forever on Arweave. And second, the ability to use it cross-chain through ARC protocol.And bringing all your Web3 and all your blockchain activity and your blockchain identities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name. 那我来翻译一下，那个 ENS 的话，它是单链的，只能支持以太坊。然后那个ANS 它是完全跨链的，也使用了 Arweave 进行永存。现在的话，首先它是和那个 ENS EVM 完全兼容的。所以说以太坊上的那些用户是可以直接使用 ANS， 但是呢同时那个像其他链各种链包括 Near 啊还有那个 Solana， 然后还有 Arweave 本身那个都是完全可以使用 ANS 的，所以 ANS 的那个使用范围会更广一些，包含那个跨链的功能。 Okay, thank you so much. So 如果其他那个朋友有那个想提问的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啊，那个用中文问用英文问都可以。 Is there any question for the people here? Yeah? 我补充一下吧，可能那个未来 PermaDAO 这边也会使用 ANS， 然后未来可能大家只会有一个自己的名称点 PermaDAO 点 AR 的这样的那个一个那个域名就可以进行每期的收款啊之类的，对，这样子会比在 DC 会更加方便一些。对，这块你也可以，小宋你可以给那个Harry 转述一下。So in next step, our PermaDAO could use the ANS, you know. So everyone who use the PermaDAO, the user of the PermaDAO, we have our name and the point ANS after. I think. Yes.That's something that I forgot to tell you. It's also ANS is also very useful, as Albrecht said, for any projects that want to gift away ANS. So you could basically, if I don't have an ANS and I begin using Everpay, for instance, I might get Henry.Everpay.ANS for free as a gift from Everpay. So that will help the project get visibility across the network, and that will also help me as a user because I'll be identifiable much easier to my peers, to my friends, to my colleagues, and so on.
And also one other thing that, which is coming soon is the integration with R Connect. So basically, when you want to send some Arweave or some other coins to your friends, you won't have to actually type in the address anymore. You could just put in henry.everpay.io, and even if you choose R Connect or Everpay, the Arweave or the PSTs will arrive to me. So it's going to be a much easier way for user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o have transactions with each other. 我再复述一下，刚才 Henry 说了，就是 ANS 在那个其实非常利于社区去使用的，就是很多社区都可以自己申请一个 ANS 的域名，然后呢自己再为每一个社区的用户都设置一个子域名，对，这样子可以用 ANS 来管理所有的这个社区的那个用户。那第二点是 ANS AR Connect 就是 Arweave 的这个钱包。 也很快会那个集成 ANS， 那就意味着如果大家有 ANS， 可以直接在 AR Connect 上，然后给输入对方的 ANS 名字就进行转账。然后第三个是 Everpay 这边也集成了那个 ANS， 所以未来大家在转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只需要输入对方的这个昵称 ANS 昵称，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实时的这个转账。 OK。 I got it， 谢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开麦提问啊，没有关系的。就是针对这个 Arweave 生态周报里面所出现的一些，就是新闻也好，或者是对哪个项目如果背景不是很了解啊，都可以问，不用担心啊。域名那个问题。 哎，熊总，我想了解一下，你说那个，那他到时候他那个转账，他是通过合约来，还是需要人工一个一个这样传？哦，那个转账是这样的 ，ANS， 其实跟 ENS 差不多。比如说你用钱包那个 MetaMask 上支持那个 ENS 的时候，你输入对方的 ENS， 它是通过以太坊去解析，然后生成对方的地址，所以实际上转账的时候还是地址。 所以 AR Connect 和配上集成之后，我们都会去 ANS 的那个服务端去查询这个结果。哦，那他转账这个动作，他是合约自动执行的吗？还是说我们需要像绿一样一个一个去转这样子？要批量转账那个是可以做的，这块的话那个可以输一批量的，批量转账其实和这个没有多大关系。 Okay, so if anyone have some problem, some question to ask Henry. Xiong总，您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还要再问问 Henry 的？我这边没有，那个他们技术我基本上都了解的。 Okay. 也许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something about the Arweave News. So, 就是 Arweave News 他们是怎么样去运作的？比如说，大家都是兼职的人员吗？还是说是全职的人员正在 Arweave News 去做贡献？然后是不是也是那种 full time， 然后也是全配的一种方式？赛义，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好的。How about the Arweave News? How they work together part time or full time, or how the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So the question is about how we as a team work together inside of Arweave News.
Yes. Okay. So first of all, our objective is to basically be the number one news source for Arwe. That's what we're aiming every day to do. Now, there's multiple teams. So we have the social media one, which I'm a part of, which is doing basically all the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s, Twitter, Discord, publishing on the web, hosting Darwin's voice, which we do together with Permadao. 他是说就他们有好几个 team， 然后。 有一个 social media 的 team 会负责所有的这个上面的数据文章的收集吧，然后还有一些整理。 Okay. Yeah. And then we have the writers of Arweave News, which are basically the brains behind the operation. They're the ones doing the most of the work. They're the ones writing the articles. And we have some who are focused on reporting the news per se. Some who are specialized in doing interviews with projects and finding out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what the plans are for the future. And then we have a mix, such as Pierre, who's doing the weekly reports and who tries to encompass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n the Arweave ecosystem on a weekly basis. Writers 这个大脑吧，就是内容输出的中心。然后，他们会负责写所有的文章。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 peers， 就是一些同事会写周报什么的，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一样。And lastly, but not least, we have two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wo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ing teams. One is the editorial one, which makes sure that all the content we put out is correct, is readable, and easily accessible by our followers. And then the translation team, which helps Arweave News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nd with this occasion, I also have to thank Permadao,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doing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and getting our content back to you. 还有的就是一个校验的组，确保所有的内容发上去的都是对的。然后再就是一个翻译组，翻译成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和 Permadao 的合作，就会翻译成中文之类的。Yeah. So is that means for example the people watch the Arweave News, they are part time. Not the full time. And for example, for each writer, right, some articles, if they can pay or not. I think there's a bit of a echo, but the writers at Arweave News are full time. There are some part time roles, for instance, the editorial ones and so on, which work more on a, let's say, as needed basis. But the writers are full-time. They dedicate their time to researching subjects, talking to projects, and basically writing the stories. There are some tutorials. 我听到了，我听明白了。好的，谢谢。 Okay, so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maybe the time is about the 1 hour now. So, 那个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吗？没有了。Okay. So thank you so much, Henry. So thank you agai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try to cooperate like in this, So maybe the next time we can also use the Google meeting or Zoom meeting and continue to share our weekly report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gain. And thank you everyone to join this meeting. So have a good night for Chinese community and have a good day for Henry. Okay, bye-by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you. Bye. Okay. Have a good day. Bye-bye. Bye-bye.